这扬州来的大家闺秀，怎会是如此作风？这人世间的事儿，一句话两句话讲不清楚。我不嫁，我嫁。 天磊兄和妹妹情意绵绵，我自己会洗。实属是天作之合呀。当归阁小姐可太难了。这洞房花烛夜，哪有一个人睡得到？那我就废了你。早就听说陆冰燕小姐，宝图诗书，温婉娴静。这位小兄弟长得怪可爱的。这个念头一出，实在是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 我很喜欢。这世间男女情爱，都是上天注定。我缘不屈，心系我有一人。明年必定生死相随。我都会竭尽全力的保护你，无论你是阿兰还是公主。今生今世，绝不辜负彼此。我不要什么大家闺秀的奖，我只要你。 李玉虎，这次可别再仗作发教了。齐三公子，他的身体到底如何？健壮的很。